都说世界混动看日系，日系混动看本田，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带你深度体验一下强电智混的技术魅力所在。东风本田强电智混体验会来，待会我们就看着这台本田 CR-V 啊，我们从大同出发，途经齐州直至太原，全程569公里，不加油不充电，看这台车的强电智混在各个路况的表现究竟是如何的。上车前看一下，满油满电，然后油箱封条已经贴住了，我们直接出发，直接 EV 模式，然后我们到第一个点应线，全程是80公里，是城市加高速的这么一个组合。现在差不多开了10公里，总的来说，这台车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马上要上高速了，来听一下它的胎噪，很小，对吧？我们在纯电模式来踩一脚油门来试试。动力还是非常充沛的，男孩子快乐这不就来了吗？我们继续看看把电干光得要多少公里。没电了，发动机开始接入了，我们现在跑了是90公里，官方是82公里。好啊，都说是东风本田低调，这回我是真信了啊，都开始水上反向虚标了。 OK， 到服务区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出发。A few moments later， 下一站雁门关，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它的真面目了。上车，本田第四代 iMMD 混动技术，经历了从初代简单的油电混合到如今的智能多模式的演变，每次迭代都带来了显著的效能提升、动力优化以及驾驶体验的改善，特别是在电池方面、电机控制以及能量回收系统等方面。第四代 iMMD 混动系统能够智能切换纯电、混动、发动机直驱三大驱动模式，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在强加速场景下发动机无缝介入，全场景自动切换，驾驶体验更加平顺丝滑。到高速了，整体体验下来四个字，一个舒心，一个放心。车子好开，油耗还低，路上基本不用咋操心，而且这个车子啊皮实耐造，长途开下来稳稳当当的，真是长途旅行的好帮手。现在是直驱模式下开了115公里，看一下油耗 1.6， 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兄弟们，上路了啊，考验轰大底盘调教的时候来了啊，给油，来过弯，怎么样？本田的底盘调教的深厚功底确实牛，脚底不慌不忙的，弯道能给人一种很自信很从容的感觉。现在已经亏电了啊，来加个速上坡感受一下。它的反应速度很快，动力啊就那么一瞬间就跟上了，而且还是很稳的。到五台山酒店了啊，开了一天车，我们休息一下。但是人整顿，车不整顿，我们在油箱的封条处啊给它做个记号，明天早上大家帮我们检查一下。第二天了，咱们第一件事先检查一下我们昨天的油箱记号，哎，是没有动的。那今天啊就还剩250公里，咱们一口气把它干完，出发。你看这个电量真的慢慢上来了，动力回收系统真的是一大亮点，不仅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关键还延长了车辆的续航里程。我现在真的有点迫不及待想开完全程算一下它的油耗了。兄弟们，安全抵达太原了，咱们来看一下油箱封条，我们早上做的标记还在，而且它是完美封住的。来算一下它的油耗是多少，现在总里程是631公里，然后它的油耗是 5.5。 不是，我们今天跑了山路又跑了高速，还跑了城市道路堵车，这油耗才 5.5， 这不偷走了反向赚油费吗？这次啊咱们也是日常模拟了我们平时用车的真实场景，可油可电可混动，真的是面面俱到。所以说啊，真的本田强电智混技术以多快好省的全新驾驶理念重新定义了混动汽车的标准与未来。